我们来认识一下，我叫李明。你好，我是王平。我听了您的报告，讲得真好，很有意思。哪里哪里。我对这个题目也挺感兴趣。是吗？你们单位来了几个人？三个，坐在那边的是我们的主任。哦，你能给我介绍一下吗？当然可以。你们二位认识一下吧，这位是我们陈主任，这位是……原来是你呀，陈芳，差点认不出来了。怎么，你们认识？是的，我们是老同学。好久不见了，真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。是呀，太高兴了。